大家好，我是唐凤，恭喜各位毕业生即将迈向人生下个阶段。大家可能知道，我从国中之后就没有去上高中，而是投入了创业家的生活。在创业之余，我有一些休闲娱乐，当时最主要的就是魔法风云会 Magic the Gathering。 这是一个卡牌游戏，全世界各地都有玩家，也有专业的竞赛的机制，任何人参与各国各大洲分区赛事打赢比赛就可以获得积分，而且呢也会在全世界看到的排行榜上，甚至代表国家去打世界杯。当时我确实从竞争里面得到一些乐趣，积分有一阵子是台湾第一，但是无论第几名都是透过超越别人得来的，在其他人设定的游戏规则里面，我走的也是别人制定的方向。不过魔法风云会很有趣的部分是，除了游戏规则之外，每张卡牌上面都有插图文字描述，可以从里面找到故事发展的线索，而这张卡片上也可以改写部分的规则。参与者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因此就可以一起拼凑出独一无二的故事来。因此我就开始思考我想走的方向，什么是我的故事的方向。而为了寻找这个方向，这个坐标，我去认识更多的新朋友，找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学习。当时全球资讯网刚刚开始，许多顶尖的学者都免费的把正在想的叫做 preprint 预印的一些稿子分享在 archive 这个网站上，我就获得了许多第一手的资料，而学到了这些理论，我也可以待在当时的多人线上游戏 MUD 练功的地方，就好像做专题一样，跟大家设计出线上互动的各种可能。所以对我来讲，这不是只是获得新知的图书馆，更是可以共创的实验场。但是这不是说学校不重要。在国中中辍之后，我花了两年的时间在附近的大学政大旁听了各种各样的课程，好比像说研究所的中文课、哲学课等等。我发现哲学、文学这样子的课程是一整个群体共同思考的过程，需要在同一个空间里面互相讨论、互相激荡。所以无论是在网际网络上面的创作，或者在教室里面的对话，这些经验对于我建立自己的坐标都有很大的帮助。因为如果没有一个社群彼此之间给予支持，只有自己探索的话，个人经验很容易限制思考的深度跟广度，也不容易独自形成完整的世界观跟价值观。所以包含交朋友、打牌、上学、创作的历程，让我找到了自己的坐标跟方向。我发现透过我创业的过程，持续跟不同的社群连接共创，就可以一起为世界做出贡献。我们数位部正在推动的 Plurality 多元宇宙这个概念，目的就是为了促成每个人都可以自由连接不同的星星、不同的宇宙，创造出自己的互动方式。相较单一的所谓元宇宙，我们多元宇宙的核心概念就是每个人都可以不受限制的创造自己的互动方式，而且中间所谓共同在场、西马互通，在保障隐私资安的前提下，每个人都可以去拜访其他人建构出来的宇宙，成为这样子共好的一个多人的分散式的平台，而不是绑在单一的大型平台上。以学校来说，这个概念可以改变原本在课堂上面单向听老师教学的学习方式，无论在何处都可以营造出一个跟所有同学一起讨论的虚拟学习圈，上完课之后也可以透过线上的社群连接实体的课程，进一步去思考、去讨论，而不是一下课也就忙着下一堂课，忘记这堂课的事情。在讨论的过程里面，数位工具可以成为重要的帮手，好比像说城市乡镇之间可以透过即时视讯 4K 即时连线，好像缝合在同一个教室里面，也可以透过 AI 语言模型，让想学习无论是自然语言还是城市语言的朋友，能够像跟真人聊天一样，透过跟助理的对话来提升自己的自信，甚至协助透过翻译的方式即时连线到跟不同文化不同语言的朋友，互相切磋交流。所以我想透过持续发展的数位工具跟网络空间，我们可以真正的做到虚实整合，
无论在哪里，每个人都可以设计出自己的空间，邀请别人来参加，也可以跟处在不同空间当中的朋友共同在场，心马互通，分享彼此的体验，协力解决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现在即将毕业的各位同学都各自要前往下一段旅程，祝福大家在做自己有兴趣的事情的时候都能够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建立自己的坐标，看见想去的方向，开创出属于你自己的宇宙。谢谢大家， Live long and prosper.